这儿，陆总使用说明书，干洗注意事项8条，泡咖啡注意事项13条，饮食习惯注意事项21条，出差注意事项38条。你简直比航天飞机还复杂呀！讲完了吗？我不爱听这个。我没说完，你听着。3年前，我本来想去的就是项目，但是阴差阳错的就成了您的秘书。白天我在公司给你做秘书，下班给你当保姆，我24小时得带你。我不是丽姐，这家店吗？哎，林子，你要弄死我啊！我要是再跟您做几年秘书，我就彻底废了。事实证明，你天生就是做秘书的好材料。凭什么？会不会有点过分了？还找了一张这样的照片。这个是我过分了。看来我对你还是不了解。表面小白兔，陆总，乖巧听话。陆总好。好个头！陆总再见。背后大胆，虚伪，能屈能伸，浑身都是反骨。现在我要做一个投资人。你叫什么呀？出去。好的，站住！你这个人再怎么背也背不出我的五指山。你别动！我好像听见谁在打脸声呀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他叫我总监。等你当上总监，我应该退休了吧？那我争取让你早日享受退休生活。流氓！不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你是想气死我，就说我遗产是吧？View.